睁开你的眼睛，什么也别说，你的心中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不是你不在意，不是你不想躲，是你无法拒绝爱的诱惑。各位啊，哎，打扰一下啊，你这笔款项是你经手的吧？有问题吗？好像没有收款回执啊。哦，我回头补上，满意了吧？哎，各位，哎，这可不符合处理的规定啊！入账单据要一清二楚啊！跟我较真儿是不是？刘副处长正在外面学习，准备厅局级的招聘考试。你就为这点屁事儿去打扰他，这我可不敢负责。哎，要不咱俩一起向林处长汇报一下。老马，你别跟我兜圈子，咱们都是搞财会的，心知肚明。你不就是想抓我一个动用公款的小辫子吗？各位，我可不是对付你，我是担不起这一责任。行行行，别说了，我负责审核的时候，老马啊，我可发现你不止一笔两笔了。我怎么了？我还不都是息事宁人吗？哎，我是体谅到你老马家的难处，谁没个手头紧的时候？再说了，也不违反大的原则。你想咬着我不放，那行，你只管汇报吧，好吗？去吧。那要林处长过问起来，老马，我劝你
看清形势，别一口一个林处长啊拿来压人。要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葛明老师，嗯，我爸刚才来电话说想见见你，嗯，多替我美言两句。那还用说？那我先走了，再见。啊。那，葛文，我看这事先缓缓，等你把手续补齐了，告诉我一声啊。好啊。哎。喂，小李啊，待会儿你中午早点出来。啊，到范子庆的影楼前等我。咱们去把那婚纱照拍了。不，这次是诚心的。不管范子庆在不在，婚纱照一定拍，而且拍得让你满意。王女士，看这个发型比较蓬松，性感而奔放，怎么样，满意吗？哎，王女士，王女士，对不起啊，我是问你，你觉得这个发型怎么样？嗯，太夸张了吧，我不太适合这个发型啊。OK， 那你觉得想要个什么样呢？简单一点的吧，不要这些东西。哦 ，OK OK， 我知道了，咱们换一个啊。嗯，来拆掉。王女士，其实你可能平时没梳过这个发饰，这个看上去挺适合你。嗯，你们老板今天在吗？啊，他一大早就出去了。哦，这套多少钱？800赠一套镜框。太贵了吧，你这样会把顾客吓跑的。先生，您大概从来都没照过婚纱照吧，我们的报价敢说是全市同档次影楼中报价最优惠的了，而且我们影楼刚刚开业，所以还在正常的价格上打了非常优惠的折扣。行吧，既然来开洋荤，就认宰了啊。先生，您怎么这样说话呀？我们都优惠到这份上了，怎么还能说是宰人呢？小青，怎么能对客人这么没有礼貌呢？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说话不妥当。没关系。杨先生，怎么不欢迎我过来消费？当然欢迎了，我们才刚刚开业，有什么不周之处还请多多指教。没想到范先生独立创业了，有魄力，恭喜开张大吉啊！小本经营让你见笑了。怎么，小李没来吗？哦，来了，在里面做发型呢。原来我们拍的那套婚纱照我老婆一直不满意，今天到你这儿来特意补拍一套。啊，是这样。小青啊，把钱退给这位先生。可是老板，我票都已经开好了。这你就不用管了。再有，以后别再叫我老板了，听着刺耳。那可不敢当啊，你是在做生意，我和小李是你的顾客，怎么能让你白做呢？你和小李能来就是给我面子了，钱我不能收。你要是不收钱，那我们就只好走了。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你和小李能来，那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啊。再要我收钱，那不是骂我吗？骂你？我怎么能骂你呢？哎，你我虽然不是朋友，但因为小李而认识，也是算是老熟人了嘛。啊，
我今天和小李来啊，就是特意来上门照顾你的生意的，这也是我们一片心意啊。范先生，你可不能不领啊，啊！范老板，我老婆漂亮吗？漂亮。今天我来给你拍婚纱照，签吧。太紧了。什么？你说什么？搂得太紧了，镜头里不好看。不会吧？不好看怎么会呢？哎，范老板，我们这儿拍的结婚照，搂得紧点，亲密一点，不是很自然，对吧，小林？梁先生，我是摄影师，我必须对我的照片的质量和效果负责。好啊，来，还有什么要求吗？来一杯。来，稍微转过来点身体。对对对对对，头看这里，看镜头啊。头，梁先生，头，对，看这里。稍微分开一点好吗？稍微分开一点。还紧啊！哎，预备，范老板，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杨先生，杨先生啊，不要动。我们拍结婚照能松开吗？这搂得紧一点是很自然的。好，稍等一下啊。范老板，范大摄影师，你折腾我们半天了，你什么时候能摁下你手中的快门拍第一张啊？啊？有没有准儿啊？好啊，来，对，都看这里，来，预备，保持啊，不要太紧，不要太紧，来，预备，三，二。喂，哎，你好，小宋啊，是啊，我就在附近，对，真的，哎，好，我马上就回去啊，好的，来，你抓紧时间给我们拍啊，来，小我还有急事儿呢，你先把我们俩的合影拍了。小李那一会儿你单拍行吗？来，喂。对不起，我先走一步了。
看来我还应该谢谢阿哥，谢谢他把新娘留给了我。夫人拍照片呢？啊，我们补拍了一套婚纱照。原来结婚的那套拍得不理想，我不想让她有什么遗憾。杨老师，你真是个好丈夫，我真羡慕嫂子。哎，那我这个时候打搅你，不会介意吧？什么话？当然不会。今天中午林处长找了我一趟，请我吃了顿午饭。他主要是想通过我爸这边了解一下，这阵子到底是谁在他背后搞小动作。听他的意思，他好像是一直怀疑你在假钱报复他。恐怕不止我一个人是他的眼中钉吧。他这个人飞扬跋扈，这些年挤走了不少人，树敌太多，迟早要遭报应的。我也觉得他挺过分的，简直有点变态。你说连小丁那么老实的女孩都被他撵走了，他也是敢怒不敢言。他也真够可怜的。你说这林处长为什么就这么绝情呢？他搞小动作把小丁挤走，无非是想安插一个人进来。我听人事上的人告诉我，他想调进来的是郊县水利系统的一个出纳员。该不会跟他有什么瓜葛吧？未必。我有种感觉，他不惜触犯众怒，花大力气调一个人进来，而且又不是通过正常渠道，不可能和他没有利害关系。会不会是他们家亲戚？哎，对了，小宋，老马最近有没有提他家什么事儿？老马私底下说，他们家那傻儿子吃饱了一饭昏，把老保姆给骚扰了，害得林处长赔人家20000多。哦，是这样。那八成这事儿和那傻儿子有关系啊。嗯、那个乡下女的20多岁，离过婚，会不会是给那傻儿子相的对象？不清楚。不过肯定她和老太太背后一定有猫腻儿。要真是那样，非得向上级反映反映不可，怎么能把机关当成他们的家天下了呢？哎，小宋，咱们随便聊聊，不关咱们的事儿，你可别义愤填膺，真的去告他一状啊！你是不是被他整怕了呀？怎么一点正义感都没有？不是，我觉得他要是犯了事儿，自然会有人收拾他。咱们这当小科员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可不行。那你说怎么办啊？啊，咱们又能怎么办？咱们这些小喽啰能干什么？哎，不说了啊，小宋，到了。嗯。到了机关，咱们可别议论这些是非啊。嗯。行，再见。谢谢。嗯。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跟他一起到网上来拍婚纱照？是他跟我示威吗？小磊，你难道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吗？啊？你知道，当一个男人看见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另外一个男人在自己眼前抱在怀里是什么感觉吗？小磊，你太残忍了。你太残忍了，小丽。对不起，
子清，我是他的妻子。不，不，那你就一个人面对。我要你离婚。不。离婚的孩子。我不是。你知道的，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是他的妻子。你是他的妻子，他是你的丈夫。我是什么人？我算什么人？我是你什么人？我是你什么人？我算什么东西？里面怎么回事啊？范先生跟客人在里面吵起来了。我让你送我一个人的面前，我想能够天天能看见你。离婚？不，一个人的你。我做不到，你知道的，我爱你。我小李，子清。范子清的质问使我的内心世界再次崩溃。是啊，如果自己深爱自己的丈夫，那么与范子清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又算是什么呢？难道说仅仅是因为欲望？我这么做对不起格文，但对范子清来说又公平吗？在这温暖的阳光之下，我的思维和内心却如此的冰冷而混乱。葛文，现在有时间吗？什么指示？你别开我玩笑了，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最近有些事儿啊，我想单独的找你聊一聊，消除一下咱们之间的误会。哎，要不咱们出去说会儿话？这不就咱们两个人吗？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说啊？惊动了厅里面。哦，是吗？算了，咱不在办公室聊这些闲事了啊。王医生，你好像有些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你有心事。最近家里事情多了一点。哎，你丈夫为什么没来？那天回家我跟他说了，我说我看见他那样了，让他过来看病。他马上脸色就变了，因为他一直认为有病的是我，现在他突然变成病人了，他还会愿意过来吗？我没有说他是病人。不是，正常人会像他那样吗？要不是他有那样的变态行为，我怎么会成现在这个样子呢？你们一开始夫妻生活就不和谐吗？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和谐的。是的，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都能感觉到他的爱，我们几乎每天都盼着夜晚，因为你到了晚上我们就可以亲密地在一起，拥抱彼此，融化在幸福当中。那后来是什么原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的时间好像到了，我先走了。
麻烦你回去跟你丈夫说一声，我请他来不是以病人的身份来就诊的。我会转告的，不过来不来那是他的事儿了。那你可不可以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来给他打电话。那我回去问问他。好，再见。再见。我敢肯定地说，我在男人身上得到的快乐比你得到的多得多。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想说，我能猜到你跟范子庆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也能感受到你的混乱，并且我想告诉你，无论从哪方面，范子庆都比杨格文更适合你。你不会是给他来当说客的吧？就算是吧，小李，我不想看着你痛苦，也不想让他痛苦。那杨格文怎么办？你们三个人，与其大家都痛苦，还不如就牺牲他一个。不行，我不能伤害杨格文。小丁，你找我有事儿吗？杨老师，杨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做梦都是他在狠狠地训我，话太难听了，我真受不了了。既然碍了他的事儿，干脆辞职，给他让出位置算了。小丁，你这么软弱，我怎么帮你？这是机关，不是谁家的后院，可以为所欲为。你要相信组织，啊。只是，你反映的情况没有抓到证据。还有个事儿，不知道没有用。我求管档的大姐帮我了解情况，她说林处长调来的那个女的文凭可能是假的，工作经历也有伪造的痕迹。只是他不敢说出来。真的？你总算找到顺藤摸瓜的藤了。这事儿确实吗？这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我怎么敢瞎编？这就是原则问题了，只能由上级纪检部门来处理。小丁，这就全看你了，你明白吗？就看你有没有勇气走下去。你是说举报他？你也可以选择自动临时回家。不，我绝对不会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家的，我没那么好欺负，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陶陶的手真巧，拼的真好看，那再继续拼。抓纸团的游戏。好啊，来，你来摇，妈妈来抓。我认识这个字，我才学过。这是分，这是分字。来，妈妈摇，你来抓。怎么又是一个分字？我来摇，妈妈来抓，好吗？算了，好吧，我们不玩了。我回来喽。爸爸，爸爸，你怎么才回来？我要让你陪我玩。格文，我帮你热饭去。不用，我有话跟你说。陶陶，去找奶奶玩去。好。啊，我终于抓到这个老猫头鹰的把柄了。什么猫头鹰？你指林处长？啊，这是我搬掉压在我心头上这块大石头的机会，我不能再错过了。什么把柄？你斗得过人家吗？他起码有徇私舞弊的嫌疑。我看他是为了他那个傻儿子操心操得晕了头了。算了吧，我帮你热饭去。喂，我得马上出去。刚回来你要出去？我要上一个同事家所有，不会太晚。我走了啊。怎么又是一个分字？我来。哎，嫂子。格文呐。啊，老妈。哎，这吃饭时间不打扰吧？不打扰，快请进。格文呐，你这可是稀客呀。早就说要来看看。哎，翠花，快倒茶，这可是贵宾呢啊。这是高考复习资料，朋友推荐的，说不错，我给你儿子带了一套。太客气了，你太客气，快坐。好好好，哎呀，你太客气了，各位。哎呀，坐。哎，老马啊，别让嫂子忙活了，啊。哎，你吃啊。哎，过去为了工作，咱们有些误会。我这人性子急，老马，别往心里去啊。格文老弟啊，你别介意我多事儿就行了。哪能啊，还不都是在哪座山唱哪首歌，都是拿工资吃饭的，何苦和人作对呢？是啊。格文呐，别看我们老马资格老，文化水平啊还真不如你们年轻人呢。嫂子，可不能这么说，我今天来还真有事儿向老兄请教呢。哟，猫你进去吧啊。好，你慢慢聊。哎，喝水啊。嫂子下岗了，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啊。谢谢你看得起我。哎，为了我家这唯一的饭碗，那我是谁都不敢得罪啊。谁都不会怪你的。哎，老马，这林处长最近怎么老是反复无常呢？一会儿萝卜一会儿大棒的，到底怎么回事？这哎，喝水啊。老马，晚上没什么事儿
咱们俩出去坐坐。好，啊，好啊。你听说了吧？最近有人向上举报老林的问题，把你也捎带上了。不会吧？那不干我的事儿。我能私下来找你，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别陷得太深。我也是念在你以前帮我的情分上才来的。我听林处说过，不会是你在搞什么名堂吧？你想，我会笨到不打自招吗？我这回去山湾的水库，在工地上见到了你给老林打的白条做的假账。那些条子他们还留着？人家凭什么不给自己留条后路？说真的，我一回来听说有人告状，我就心里真为你捏了一把汗。哎，老马，万一他真出了事儿，你犯得着为他垫背吗？我问心无愧啊，我是按领导的指示办，哎，就算有错，那追究下来他也轮不上我。老马，你也是机关的老人了，怎么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这么天真呢？你听说过替罪羊，没听说过替罪狼吧？各位，你要真心帮我，你就告诉我那些白条子现在在谁手上。别担心，我已经把那些原始单据封存起来了。你对我不错，我也不会不仗义的。那我该，你要我怎么做？不忙，咱们俩找个地方喝点酒，边喝边聊。你怎么连头都不回啊？你怎么知道不是小李？我知道小李不会来这儿的。你来这儿有事吗？没事儿就不能来了吗？能。大老板，吃晚饭了吗？还没呢。你是不是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什么呀？我好像闻到一股红烧肉味儿啊。那是我给自己准备的晚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不是给我带的，拿到我这儿来干嘛？快拿出来吧。就在这儿吃啊？要不就在这儿凑合吧，我先收拾一下啊。算了，便宜你了。要不是我约的人临时有事来不了，肯定也轮不到你了。我呀，有口吃的就行，随便你。你也没吃的吧？你吃吧。干嘛？我又不能吃。你这个是在旁边小菜馆买的？你再胡说，我拿走到了。这个绝对不是在外边小菜馆买的，肯定是你自己做的。这么闲呢？你想齁死我呀？你骗人！我在家照着菜谱练了三天呢。
没想到还是这个效果，真是太失败了。没关系，反正我饿了。吃什么的好吃的？不过以后别再这么做了啊。怎么了？你嫌我手艺不好啊？我胃口没那么刁。你这两天别碰凉水，别忙活，没事就好好躺在床上歇着，别再瞎折腾了。范子清，你这个人啊，对人坏起来让人受不了，对人好起来也让人受不了。哎，小李跟你说了吗？说什么？我想跟你一起经营这个影楼啊。没有。那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我刚跟你说这事儿啊。你是认真的？范子清，我可告诉你啊，我休完这几天病假，我就去医院辞职。你说我是不是认真的？其实啊，我心里也憋闷得很。林丽这个人呢、啊，做事太过分了。哎，老马，这话好像不该你说。林处长对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哎，对你不薄，而且你好像也里里外外帮他张罗不少事儿吧？嗯，这话我只跟你说，你可别往外传啊。林立家保姆那档子事儿，就是他找我出面花钱摆平的。哎，我也是看他被那小子整得怪可怜的。哎，那小子他也是个大小伙子嘛，你说他哪根弦儿一转筋，硬是把人家保姆给搞了啊？那人家家属能同意啊？啊，他来找我商量。我也是没办法呀。不该说的话别跟我说啊，免得他的事情将来烂包了，查下来说我知情不报。喂，小李，你今天照的婚纱照我已经赶出来了，照片就在我手里。你现在过来取好吗？现在太晚了吧？不晚啊，现在才八点刚过，要不我过来接你？不，不用了。那好，我在影楼等你。
说相守是